大家好，我系九龙华恩书院管乐团团长张云清，我系圣保禄中学管乐团团长余海晴。又嚟到一年一度周年音乐会嘅时间，我哋今年 annual concert 嘅主题系 ENLACE， 我哋会联同圣保禄中学喺管乐团里面演出。今年我哋会再次喺指挥方图嘅带领下演奏九石让嘅天空之城，记得嚟支持我哋啦！7月13号夜晚7点喺浸会大学嘅 AC Hall， 到时见。